哇哦，这个洞，这个洞很大哦，这什么洞？等会，可以。金铠甲，哇靠，这金铠甲屌哎、欸，每回合可以得到一个必杀、欸，超屌。大烛台。啊，这个洞怎么没看到？有保留时，战斗的能量消耗减一。哎、欸，这也超屌哎、欸！保留减一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先开个，先开个四倍格挡。链接，然后再开一个这个保留，啊靠，保留错了，我觉得这波可以打一波大伤害，加力量。说不定我这波就可以把他带走了、欸。然后拼了，拼了，好不好？拼了。格挡恢复两个能量，再开一个格挡，格挡加倍，420格挡，来，能不能给他死？25乘以43，一波带走。哦，太帅了，直接连那个刺都刺破了，破的101格挡，破的20能量，靠腰20能量怎样，能量超多，我的能量，我如果能量可以保留，就无敌了。20能量，格挡翻倍，570，
啊，就这样吧。让他知道谁老大。他怎么冲到死掉了？我以为他不会死欸。不会吧？大家我赢了吗？怎么跑出动画了？大家 我破关了吗？你失去了意识。我破了欸。他我破了欸。获得1800个祭品。好，哦。OK， 就这样吧，够多了。再来，再来，负能量。鲨鱼，再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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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皇帝是不是？哎，就这样。哦，有连击啊，有连击啊。再来，还有，等价交换。再抽，干，真的是，我要无限打了啊！太别玩了啊！无限输出，我刚才是怎么打的？高速键，哦，打错了，打错一张，感觉随便打都可以了。再抽两张，再陀螺，好，第三次高速。之前都是一次而已就没了，这个是第三次，抽，漂亮，抽得好，抽到神之卡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真的是可以无限打了。这个流血打出去，它现在流血149层，打出去我的能量直接回满7，然后再回旋镖打回来，再补一次能量30，能量30，再抽卡。再抽卡，我现在真的是可以，我现在能量无限了，我现在能量无限了，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，我可以，我现在真的可以随便乱打了。傻小，已经没有他的回合了，都是我的回合。这游戏只有我的回合，欸，我想打这张看看，欸，我想打这张看看，看看帅不帅。33能量，然后这打完又可以再打一次。哇，死了，啊，死了！他如果没有死的话，我可以继续第四个高速行动。我现在无限了，无限高速行动了。
好，八秒了。好，哦，他丢东西，还有把我那个拉超远的。稳一点。要不要抽到关键卡？流血兴奋，抽到他就输了，他就直接结束了。看起来我是抽到的几率是偏高了。来，专注闪避，抽两张。有吗？没有，再抽两张。有吗？还是没有？再抽什么？再抽两张，有人哦。又不信我抽不起来。然后 ，OK， 然后。现在能量剩三 ，OK， 二十四，再来，闪电反应，回旋镖，闪电反应，好啦，无限抽了啦。连击先拉一个好了，安全一点，51个弹，闪避，气牌，抽牌，感觉我可以随便虐他了。全部都丢上去。流血兴奋，再来，再抽卡，再抽卡，再抽卡。啊，先站就好了。哦，我现在这个跌到九，十，这张闪避再来，还没结束。抽卡，再抽卡，怎么抽不到抽卡？哦幺，啊可以了，这张可以了。OK， 这样，再抽卡。我现在牌真的是无限丢了。攻击。再抽啊，鲨鱼咬一个。再抽卡。重复，再抽卡，再，能量现在剩15，丢一张，
35再有卡，再抽卡，再好啦，先站就好。这个如果他没死，我们可以再进入这个高速。